功超于酒友寒林，名称调御，或把苦于酒幽界内，或涉身于酒品莲台。酒次地定，一念能超酒界色身，随缘视现。光寒把界，道悦群生，愿垂万行之庄严，见此酒食之佛事。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其见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九卷入坛缘起，炎烈香灯之花果，盘成非供之珍馐，表此一心供养三宝，洗心涤虑，发露虔诚，法身不动，法性湛然，法把周遍，法眼圆明，现紫磨之金像，耀白玉之名豪，礼拜皈依，哀怜摄受，除未除之罪垢，忏未忏之愆尤，切念求忏众等，成劫以来弥留不返，常迷九界之因果，无名自负，不信九泉之苦报，邪见横生，其灭九部之尊经，自情造罪，淫缠九劫之烦恼，纵意妄为，自赞毁他，损人利己，或因斗秤而欺狂，或因酒色已荒迷，为贪尘世之战欢，难免忧途之疾苦，今则玄之悔过，信起尽心，皈依真净之福田，代为依闻而忏悔，恭叩红瓷，明熏加倍，白莲台上黄金像，红藕花开紫磨身，巍巍向好天中天，荡荡南明圣中圣，祈运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。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牟尼佛，南无迦舍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九，为阿鼻地狱礼佛第二十七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皈依以来，弃此章后，每言万法虽差，功过不一。至于明暗相形，为善与恶，善者则为人天之圣徒，恶者则为三途之异彻。修仁义则归于圣，心残害则坠于劣。其居圣者，良由业圣，非真净之所要。受自然之妙乐，去无上之逍遥。其坠劣者，良由业劣，处于火尘铁网之中，实则铁丸热铁，隐则沸石羊铜，受算于于造化，结束等于无穷。又地狱之苦不可轻因，神离此躯，势头比沉，报以刀轮加体，常以火魔毁心，命不肯促，报苦常临，纵复豁免，又多恶鬼，口中火出，命不全活，从此死矣，又堕畜生，复受重苦，肌肉充溃，命不尽于算数，分布顶祸，心罗积案，祸复负重至远，趋易险难，时三恶之重苦，非长夜之难淡，而幽烈皎然，无能信者，以无我故好起疑惑，以疑惑故多不向善，所以佛言世有时事，死入恶道，亦不专善，不修功德，贪着饮食，如彼恶虎，单恋酒色，喜怀嗔毒，常习于痴，不受人见，自认其力，办诸恶事，好杀众生，灵异孤弱，横挡恶人，轻暴他界，有所宣说，言不真实，不辞一切，起诸恶业，若人如是，不久存世，死入恶道。
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言，谁能免者，既不能免，于地狱中皆有罪分。大众个个觉悟此意，无自放逸，以与时尽行菩萨道，勤求诸法利益众生，一自灭罪，二生他福，此则自利利他，彼我无异。相与今日起勇猛心，起坚固心，起慈悲心，度一切心，救众生心，制作道场，勿忘此愿，养成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诸大菩萨大神通力大慈悲力，解脱地狱力，嫉妒恶鬼力，救拔畜生力，大神咒力，大威猛力，令众等所作利益所愿成就，等一痛切五体投地，为阿鼻大地狱受苦众生，乃至黑暗地狱、十八寒地狱、十八热地狱、十八刀轮地狱、剑灵地狱、火车地狱、废屎地狱、火汤地狱、如是地狱，复有八万四千眷属等狱，其中受苦一切众生，我等以菩提心、以菩提行、以菩提愿，悉皆代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音赞佛，南无净愿佛，南无日天佛，南无乐慧佛，南无摄身佛，南无威德士佛，南无刹利佛，南无得乘佛，南无上金佛，南无解脱记佛，南无药法佛，南无住行佛，南无舍交曼佛，南无智藏佛，南无梵行佛，南无旃檀佛，南无无忧明佛，南无端严身佛，南无相国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无边德佛，南无天光佛，南无慧华佛，南无平头魔佛，南无智富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若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救拔整阶，愿阿鼻地狱乃至黑暗地狱、刀轮地狱、火车、废屎、眷属等狱受苦众生，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令今日受苦众生即得解脱，毕竟不复堕于地狱，一切罪障悉得消灭，毕竟不复作地狱业，舍地狱身得净土身，舍地狱命得智慧命，舍地狱身得金刚身，舍地狱苦得涅槃乐，念地狱苦发菩提心，四无量心、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、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具足智慧行菩萨道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入金刚心成等正觉，为灰河铁丸等地狱礼佛第二十八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五体投地，为灰河地狱、剑灵地狱、刺灵地狱、铜柱地狱、铁骑地狱、铁网地狱、铁窟地狱、铁丸地狱、坚石地狱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，今日现受苦一切众生，我等以菩提心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财佛，南无保守佛，南无净根佛，南无具足论佛，南无上论佛，南无伏沙佛，
南无提沙佛，南无有日佛，南无出尼佛，南无德智佛，南无摩罗佛，南无上吉佛，南无法乐佛，南无求胜佛，南无智慧佛，南无善胜佛，南无往光佛，南无琉璃藏佛，南无明文佛，南无利吉佛，南无教化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善明佛，南无众德上明佛，南无宝德佛，南无狮子幡菩萨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救拔，愿今日现受灰河等地狱受苦一切众生皆得解脱，一切苦果永得除灭，地狱道业毕竟清净。舍地狱身得金刚身，舍地狱苦得涅槃乐，以地狱苦发菩提心，同出火宅，至于道场，与诸菩萨俱成正觉。为引同探坑等地狱礼佛第二十九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心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、引同地狱、众合地狱、教换地狱、大教换地狱、热地狱、大热地狱、探坑、烧林、如是等无量无边眷属等狱，今日现受苦众生，我等以菩提心普代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人月佛，南无罗侯佛，南无甘露明佛，南无妙义佛，南无大明佛，南无一切主佛，南无药智佛，南无山王佛，南无极灭佛，南无德聚佛，南无天王佛，南无妙音声佛，南无妙花佛，南无注意佛，南无功德微聚佛，南无智无等佛，南无甘露因佛，南无善守佛，南无利慧佛，南无思解脱意佛，南无圣音佛，南无离陀行佛，南无善意佛，南无无过佛，南无行善佛，南无坚勇精进菩萨，南无金刚慧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救拔，愿引同等地狱现受苦众生一切罪障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，从今日去毕竟不复堕于地狱，舍地狱身得净土身，舍地狱命得智慧命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变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出地狱道得涅槃道，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